准备接客，纯碧千日，永碧一世，端午佳节必须大事出身上台。端午时令官。都打个菜哦，上错菜了。二位莫慌，这是我的老板娘。她在干嘛？热菜。她跳了一夜，不能停歇。必有一劫，我晓得了。嗯，一位没关，音乐。她中毒了。什么毒？红蝎五毒。泼妇解除，表哥出马，药到病除。要用糯米，是非常理。这是时候他梯子低，皮有米。嗯，表哥秀一哈。抓紧时间，这个粽子就能解毒，是非常重，这是克制无邪无毒的陈述也稳重。赶紧，他病情加重了。你看着粽子，我去看他病情。你放心，步伐越来越轻，毒气已经攻心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，种好了。猪柳蛋中呢？我刚刚做了个噩梦，梦到这个粽子偷袭我的肚子。我要搞你的肚子。完蛋了，小馒头受惊吓，莫慌，粽子没了。我有 B 计划。是啥？我点了外卖。吃瓜群众不合适，情深意重也不合适，这个请你自动合适。哇，还有起飞了，准备动手。搞定。好了，你终于停下来了，累死我了，配死你个黑眼睛。好兄弟。如夜我们谈恋爱，心未完而开。